昨天有个粉丝给我吓惨了，他说他收到的250克半斤的花椒有将近300克重，开玩笑，卖花椒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薄利，多50克啥子概念？后头我问清楚了哈，他是把我们那个青花椒正品算到一起的，因为说这个皮子哈，花椒加起真的就有那么重。好，我们卖花椒称的是净重，朋友们，好，里头就是一个袋子哈，里头没得啥子防潮包啊，零没得这个东西。欢迎大家把倒了倒出来称，哈，有没得标准的克重？然后你说现在在我们店里面买这个花椒，含元贡椒一样的，好，送你点小心意，这个青花椒将近的，哈，只要你收到没得这个正品的，都来找我，哈，我背后哈，这里面十多袋。加起来有2000斤现货，两天之内给你发完，不需要再等了。今年子的资格含元贡椒，巴不巴适的板根本不用拆开，快递拿到你就闻得到味道了。